是在这个乌日的市场，那么现场可以看到呢，中二选区立委补选的倒数是二十，剩下二十四天。那么民进党籍的候选人林静怡呢，一早就是来到市场拜票呢，跟这些商贩呢握手。那么期间他还遇到了这个支持者呢，他表示说自己的孙女就是林静怡过去担任妇产科医师时接生的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。真的，然后他在看你在他的肚子的时候，你告诉我说，你说我的孙女腿长。 漂亮，真的现在超高的。对，让你非常的话，你要让我们中二选区用你的专业把脉，哎，不是把脉，就是诊断。我上过很厉害，我可以。对，所以你可以帮我带的更好。那现在可以看到呢，其实真的非常多的支持者呢，是看到林静怡就很开心哦，跑到前面来跟他合照，甚至呢还有阿北来送咖啡。不过呢，林静怡针对对手严宽恒的这一个公保地的争议呢，也是呼吁呢严宽恒呢要拆就快点拆，不要一拖再拖，才会让呢不少媒体呢都继续关注他的违建问题。以上现场最新情形，将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。